推出100家高雄算命馆，我们发展算命观光，好吧？明天很少很少很少。韩国瑜说自己很少算命，但想靠这个替高雄发大财。有名的庙宇，我们都会谈一个湘潭市，就是让算命师可以驻点。各方推荐有很多厉害的算命师，我们会来确认一下他的算命的准确度。预计将在3、4月定为香港月，结合庙宇和庙算推广观光。两岸知名命理专家漫画也受邀在高雄驻点。这个 idea 行不行得通？老师现场卜卦。反正高点吼是有财啦，不可能吼。尽管如此，但命理老师齐聚乐观其成，但所有的 idea 目前仅透过媒体得知，所以他没有这种想法讲出来，我们也不了解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谈呐、啊。所以他现在讲出来了，我们就可以跟他谈呐、啊。赞成他这个啊。精通紫微斗数的白云居士说，光是自己的客人里头就有20%是来自香港和大陆的观光客，是否推算命观光确实有市场，但要成功马虎不得。如何筛选命理师？最怕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座锅。仔细筛选命理师，才不会让江湖术士鱼目混珠砸了招牌。韩国瑜上任还没满2个月，新点子一个接一个。这一次推算命观光，结果如何？上路后留给市民打分数。三立新闻田巨达林玉姿高雄报道。